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93集的节目啊。之前算错了啊，不小心提早更新了1500集啊，不过这个没关系啊，人知错能改啊，我一定会再更新一个新的1500集给大家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这一款是世代精选系列的格威龙，或者大陆迷友们称呼它为金破天，它是跟宇宙大帝呢有一个互动的一个配件组合，小套装在里头。然后呢，这一个其实我入手已经好一段时间，但是手边的玩具呢比较多，所以就拖了一段时间没给大家做啊。那么有一点小空档了呢，我们就把它给做个简单的小分享啊。它里头的话呢是有一个这个另外分出来一个小包装，那么里头呢就是一些小配件。那么哪些小配件呢？这个我先用说明书里头给大家快速的做一个 review 好了啊。就是这些小型的人偶 RC Cyclonus， 这个是挽歌 Cup 密卡灯 Ultra Magus， 然后天王星 Starscream 啊，还有这个是声波啊，然后这个是瘟疫啊，然后感知器，其他就是这些恐龙小队，还有这个报应至尊号，还有就是昆特莎的武器吗？是吗？那么这些都很小了啊，我就一个一个呢，就多少给各位做个展示。哎，谁没抽到密卡灯啊？果然是我的本命啊！其实呢，小归小，它的科线什么真的都有做出来，但是你真的要再很细去看，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小水口什么，但是啊，这么小的东西呢，我也不知道你还要跟他计较什么了啊，我抽到什么是什么吧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感知器啊，从它是吧？对对对，这是感知器啊，刚前后拿反了，感知器。然后这个毫无疑问啊是三角龙，啊，然后就一个一个给各位做展示啊，剑龙，其实做的还可以啊，确实是还不赖。这个已经很小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是比一个指甲片还小啊。这个是这个疾风 Cyclonus， 这个 Cyclonus 做的不错啊。然后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角色，这个 Ultra Magus 马格斯，其他那一个一个给各位做展示。然后这个是飞镖，这个是做出一个飞翔状态啊，有个像是底座。然后这个是挽歌啊，如果不是看说明书啊，对啊，应该是看得出来啊。这个三箭头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尾翼的部分呢，在身上的话呢是不同位置的啊。那我等于是偷看小抄，所以我知道他是玩哥啊。但真的是资深迷友应该能够分得出来。然后这个是钢索了，然后这个快一点好了，这个是天王星，然后这是杯子 ，cup， 杯子，哎，这因为太小了啊，这个原谅我的这个，毕竟这么小的玩具你要对照啊。这个 RC 啊，这腿很细啊，对不对？我很怕一捏不小心把这个妹子的腿给捏断了啊。然后最后两个呢，就是这个是瘟疫，还有这个声波。好，那么其他的话，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飞船啊。然后这个是有点软胶的部件，你各位可以看得到。然后它这个包装其实没有包得很好，它就是用我现在照片里头显示，它就是这样子整包帮你包起来而已。所以如果它里头就长时间的去推去压的话，它是会变形的。包括这个昆特莎的这个武器，它也是软胶，它其实有点软的啊。所以有点软有点歪，但是它螺旋的很厉害。然后这个报应女神哈，也是有一点点，就是已经扭小弯曲了啦，小弯曲了啊。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，反正这个配件组合包啊，我猜也是会有人把它拿出来拆卖。那对我来说的话呢，这个小配件包这些东西呢并不是我看中的啊，我主要还是想要这个玩具的这个本体啦，这个格威龙，这个是扫描配色的版本啊。那我先前呢在做它的原色版本的时候，我对它的评价呢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啊。那载具的形态呢，我当时也给它的分数是挺高的。然后这款扫描配色的话呢，就一整个感觉就更，应该说更好看吧，更酷。虽然你要说它动画里头没出现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它确实是有一个被宇宙大帝改造的一个过程啊。那各位可以对比一下炮颜色是不同的，然后这整个就是透明紫色跟塑胶紫色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像是这个科幻的这种光束感的一个配色。那它身上就没有这种灰色的塑胶色了，所以这款其实更加的酷。
那我当时其实这个 Gamma 中它还有另外一个配色啊，但是那个配色是什么梗我有点忘记，而且我对那个配色也没有兴趣。可是对这个的话呢，我却一直啊持续有去关注，然后我已经忘记我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了啊。那我真的有点忘记，也是 L 1700还是1600还是多少台币，我真的有点忘记了。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我能接受，我就买了啊。有时候买玩具就是这样啊，你就是。第一个是有心动的感觉啊，第二是能力可以负荷。那么因为同一个模具已经玩过了，我知道它这个东西好玩，所以我就把它给买回家。然后它的这个肩膀好像是应该是有改善的，等下变成人形之后给各位看一下，各位就明白了。那我是把所有配件都给装上去之后，各位这样看也应该是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非常。需要想象力的一个载具，那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个人物，所以我们知道，那它底部也是有轮子的啊。那轮子的话，一样是可以有一个滚动性，然后它身上的所有的关节的紧实度，包括这个卡扣的部分呢，完全都没有就是冲突模具的一个缺点啊，也并不松动啊。所以我个人是，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呢，这个玩具呢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各位可以买一下的。那我们呢，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扫描版本的格威龙的变形过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的这些配件呢都给拿下来，这个炮啊，还有这一个领导模块，这里有个锁扣拿下来，还有这个都把它给取下。那先取到一旁去啊。我们第一个，喂喂喂喂，那个滚筒一样的炮滚到桌下去了啊。好了。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会建议呢，各位先把这个卡扣给解开。这里是处卡扣，这个也是我在做基础模具的时候，我提到说呢，这个模具里头呢，在变形的时候最需要去注意到啊，它是有一个小倒钩啊，它可能是这款玩具在多次把玩的时候呢，比较容易去磨耗的。这里先松开之后呢，再松开这一块跟这一块，就这个地方。把它给松开，这里也是一样啊，这里把它给松开，这整个把它给解开啊，然后就可以方便我们做其他部分的一个变形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解开的是呢，这个板子跟这个腿的这个部分啊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呢，你可能需要稍微左右再扭一下，利用塑胶的韧性呢把它给错开，它里头是有个结合卡扣的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腿的话呢准备分开了啊，这个部件收进去，这里推上来，两腿就可以掰开了啊。那两腿掰开只是个开始而已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。脚的话呢，这里有一块部件呢，把它给推开来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地方这个锁扣解开之后呢，推到后面去哦，换成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结合，这里把它给扣上，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这里有时候呢很紧哦，不容易去打开，那么如果不容易打开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各位啊，就是用一点道具，因为这个地方，基础模具也是一样啊，有时候都会扣得太过紧，就扣不上了，我们换扣到后方来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把腿给放下来啊，两侧给打正。那么到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也给打开，然后这个时候主要是要解开这个圆筒跟身体的部分。那么解开的时候，从这个地方打开，整个打开之后呢，先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形状好了。我们现在把腿的话给往下给打直，这个裆部在这里嘛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它到时候一定是站这样子的。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呢，就是把这整个部件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移到这个上方来，到这边，推上来，整个推上来。那我们先把这个怎么做呢？把这个头啊，从内部的话呢，要给翻出去，从这里翻出来，翻出来之后呢，这个部件的话再推过来，它是到这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凸啊，紫色的凸，我发现这个不太好带镜头啊，它这个有点暗，紫色要扣进这里，到这边。它是最终组合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地方，要先把它给放好啊。这里，这个地方是前面这里，这个先往后退好了。这个地方，对，怎么好像有点扣不到这个位置啊？这个子啊，对了，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往前推一点之后，这里才能扣上。这个部件才有足够的空间推到最前面，这个地方才能够刚好插进去啊。主要就是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刚刚我没推到定位啊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凸跟凹要扣上来，到这边扣上，然后你再把它反折这个地方下来。肩膀的话就调整一下就行了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。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，把它给扣上去。然后这个是两个腋下扣下来。那手的话就比较简单了，先把后面推开啊，这里有一个锁扣，把它给解开。这个反而是比基础模具要紧一点，这里下来，然后拳头从内部翻出来，
这个地方是一个双动关节，把它往上面推到底就行了。这里也是一样啊，这里解开，哇，扣的都很紧啊，解开，然后这个往上面双动关节推上去，手臂放下来，然后的话呢，拳头给翻出来啊，这个拳头是可以转的。那这个裙甲就是这边，你就把它翻成它，印象中应该有的一个裙甲的形象。脚底板、脚后跟了啊，脚后跟翻出来啊，一样是偏紧的状态。然后肩膀这个部件的话呢，你稍微做个调整就行了。好，以及它的最后面啊，后面这个背包这里啊，它这里是有个紫色的一个凸，要扣进这个洞，把它，那就是利用后面的这个地方的多重关节把它给扣上。那最后这个部件的话是要把它给拔出来，然后往上面推，它一样是一个双动关节啊，你要稍微去推到一个特定的角度把它往上推，再把它给扣上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变形就算 OK 了。最后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把它的这些配件给组合上去。那么武器的话是自然是这边扣上。那么武器啊，你要插这里或插这里都可以啊，真的很好啊，前后都有可以插啊。然后如果你要静态的摆设，我是觉得插上面的孔比较好看。那如果你要它能够转，跟着手转，那你就扣下面。那我先把它扣上面啊，这只是跟各位提一下啊，知道就行了。然后这个领导模块的话，它是这个形状的情况下，这下面是有个凸的，就把它扣进胸口这个洞这里。那锁链的部分就是不用特别管它，反正它会自动的飘在半空中。好，这个领导模块就扣上去了。最后的这个部分呢，有人说啊，上次有人给我提说这个其实也是飞船啊，没错，这个也是飞船的造型啊。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变成武器给拿在手上。那我个人的话呢，会偏好呢是把它扣在后面这里有两个凸，这里两个凸，然后扣的时候是扣在靠外侧的这个洞啊，就这样扣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我觉得扣在后面啊，感觉它的人物的造型的话会更霸气。然后这个履带就把它往外面推一点点，这样扣进来。好的，我们的这一款宇宙大地扫描这个 Gavaton 的这个基础这个模具的话呢就完成了它全部的变形过程了。我们直接对比它的基础模具，两个人形，第一个一定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了，就是这款玩具呢，如果你当时是买到最早发售的那一批货啊，它的这个肩膀这个部分呢，它是装反的，它的正确的装法应该是要装成这个方向，等于它前后是装反的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它的肩膀就会应该会抬得比较高。然后呢，这个据说如果你是比较之后买的这个美版，好像有改善，听说了啊，听说是有改善。那这一次的这个扫描版本呢，它是直接的啊，都是已经有做过一个正确的装法，各位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它的肩膀两侧高度是不一样的。那在这个时候之后看起来，哎，果然这个身形好看的更多。那先前可能由于这个手臂往下掉的关系，导致于说它的整个身形好像错乱，腿变得好像比较短，因为它的上半身被往下延伸，压缩了它原本应该是属于下半身的视觉感。然后还有一点啊，就是它的这个炮，我是装在手臂上。那这个我是装在这个上臂，那所以两者的话呢，在视觉上也会有一些不同啊。当然它的手本来就比较低啊，但是你装了下面它就更低啊，所以它是快要拖到地板上。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，如果你要做静态摆设的话呢，扣在上面可能会比较好看一些。那以整体的配色来说，我只能说这款宇宙大地扫描版可能是我买过最酷的一个异色版吧。你说算透明嘛，也是有点透明，然后就很炫的这种，对不对，线条的感觉。然后胸口啊，它这个紫色是有一点这个甚至磨砂还是什么一个雾面的感觉啊，有一点消光的感觉，真的是听着就做得非常好看啊。我个人可以说对它的这个配色的满意度呢，可以说如果100分的话，我是可以给到95分以上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啊，没有买错这款玩具的啊。然后由于紫色的关系呢，它的一些空洞偷胶处呢，其实虽然本来就不多，但是就更加的不明显。然后身上的关节的一个紧实度啊什么都是很好的，这一款真的是妥妥的没有问题啊，又修复了这个肩膀的这个问题之所在啊。然后变形的手感也都很好，整个玩具呢
可以说在这一款上面得到了一个非要的一个提升了啊，很难得有异色版呢，我给的评价呢会高过于原色的版本啊。那它最主要还是说，如果你买到这个肩膀是装错的，是有点小可惜了。那么价格的话，这款现在价格多少我不是很清楚啊，有没有上去我也不知道。那么它所附带的那一盒这个宇宙大帝的配件呢，这个看你喜欢或不喜欢，我个人是觉得只要有这一款啊，这个本体我就很有爱了啊。那我是还蛮推荐的啊。那么行有余力的话呢，啊，把这款玩具呢带回家也是不错的啊。作为一个被有心人只认为盗版推广频道的我呢，偶尔也是要讲一下正版值得入的了啊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